趋势的，我们学来研究生命的，特别是我们自己的命。只要我们能够去对应事情，只要我们能够好像这孝佛、这弥勒佛摆在东方，一般上人家讲说弥勒佛很好啊，但是我看到这弥勒佛的时候，我跟这个人讲，我说你的工作低，我讲说你的工作这个发展啊 development 不好，基本上可以讲说他没有什么 development， 这是第一点。第二，我刚才讲你在工作方面啊专，那么当时我就跟他讲，我还跟他讲说，第二，你的老板就是找麻烦，就是找他麻烦，非常的找他麻烦。第三，你老板不合了。第四，交筋骨方面有问题。是不是单靠那个小佛？对，我们学的就是要这样的东西。他有一个长子，我要讲你长子的身体不好，他很惊讶，我刚才讲的东西全部这边全部对，他们本身脚方面有问题，他的一个那个孩子，还有一个是他摆了六个一样的这个，他摆了六个钱币，六个古铜钱，有没有那种金的古铜钱？六个，在这个六个这个钱币，这样子放，在这个东五个还是六个我忘了，东南方。他的孩子其中一个脚有问题的，什么问题？一只长一只短，一出事在这间屋子出事的，一出事就一只长一只短，我也没注意到，因为长短你很难去看得到的。他真的站到面前，突然间才发现，真的一只长一只短。那他的地方是怎么样？这里啊，东方东南方都是跟木有关系，木主筋骨，木主脚。上一节为什么教大家阴阳？上一节为什么不要讲别的东西？为什么不要直接进入正题教你们风水？没办法，你们不明白阴阳的话，你们将不会明白到为什么跟老板不合。好，我直接跟你们讲，你们上一期你们学到了，好、哦，这还没有啊，等一下你们就明白。老板，我讲老板，老板为阳的，老板为阳。这个东方也为阳，那阳跟阳，你们有听过说同心相斥吗？对不对 ？Do at the same time repel， 对不对？所以跟老板杠上不合，我又把孝佛当成他老板，那你现在会想说，哎，你是不是苏嘎苏嘎？你看到孝佛就讲是老板还是什么？不是的，我们有一定的那个义理，易经的那个后面的一个 philosophy 义理。义理存在，这个义理给我们一个指导，说我们看到这东西的时候，它带出了这个人是什么，有什么东西。当我们能够讲出来的时候，我们能够把它推敲推测出来之后，你说这个人他会不会相信我？好，今天给你们